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张。最近我看很多大家都在放那个迪士尼公主嘛，我就突然想到红皇后。红皇后难道不是公主吗？我红皇后也不丑呀，红皇后也很可爱呀，她只是想要那个白皇后的一个道歉而已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仿妆红皇后。时候我的最白粉底液又派上用场了，那我们直接先上粉底液。太吓人了，还是那句话，晚上不要观看。然后我们就上一个，我们先画眉毛好吧，然后确定一下我们的眼皮的宽度，画一个眉毛。第一次拿眼线笔画眉毛，没想到竟然是这个样子。看我这个眉毛是不是画的还挺好看的？这个蓝色不够蓝呀。这时候好想拿我弟的那个啥丙烯在我的脸上画。此动作重复按加一次。我已经尽力了，我没有那么蓝的眼影，然后离远看是不是还好？我画的这个真的像老巫婆，就是小朋友不要观看，也不要在晚上观看我这个视频，真的太吓人了。然后现在我还剩最后一步，就是那个口红。我没办法，只是挣脱离了自己。口红它是一个那个红，他不是特别喜欢桃心的形状嘛，然后它的口红也是桃心的，然后我们来涂一个桃心的口红。那我现在去换一个发型，为了证明她是一个公主，我仿的确实是一个公主，然后我穿了一个带泡泡袖的衣服。Why does this always happen to me?哈哈哈哈哈。